什么地方？你很快就会知道。社团已经43年，秋风甲，字长海，这是我们的社名，也是我们的荣耀。喂，新来的，先讲，这块很多，小心别走歪了。这是一种很厉害的能量。连学长也敢顶撞，你疯了吗？你试试就知道。教练的要求就是绝对，他的要求你办不到，你就给我退社。社长就是想退社。我一定宰了他。如果连连战都保护不了，你还进什么大海，变什么魔术？我只是想要变强而已。你以为国术只有减肥吗？你以为国术只有减肥吗？这是虐待啊！七彩毒药，我收拾！谁害你当主席官呀？教练，对不起。从来就没有后悔过。一分钱一分货，你的人品值多少钱？进来可以，先缴社费再说。